小白，唔好瞓啦，我买了你最喜欢的榴莲蛋糕哦。哼，这家伙喜欢的东西都很坏，他喜欢香菜，喜欢芹菜，还喜欢榴莲。你个袋俾你啊。自己进袋，好，打包带走。这么开啊、哦！床底是最佳避难所。那我们现在来切一块给小白，然后剩下的就全归我。好，准备好没？哇，一脸期待是不是？亲爱的白先生，这是您点的榴莲蛋糕，请慢用，祝您用餐愉快。那现在让小白来示范一下小猫咪的用餐礼，用手沾取少量的榴莲酱，试一试口感。然后再开始细细品味。你吃个成杯都是奶油啊，那如果这期视频点赞过1000的话，那我们下期就让小白试吃螺蛳粉。不要了是吗？不错哦，这是一只很自律的小猫咪。好，那我们下来给黑哥送过去。黑哥刚刚很抗拒，那现在切开的话，看一下他会有什么反应。哎，那分头。